呀，回来了。外面又飘毛毛雨了。啊。但是不冷，小风还挺得劲。你说这钱真不少。啊。买了一盒酸奶。完了，买两个葱，两个胡萝卜，花了将近三十块钱。哎，你知道姜多少钱一斤吗？啊，九块九。九块九。没买。我可别买了。买两个葱得了。吃不吃能咋的？今天没出早市，没招，就他家楼下这玩意儿没别。那给我吧。我还有点不太得劲儿啊。哎呀妈呀！是不是又要感冒啊？那快拿酒精消消毒吧。那好嘞。带劲的。哎呀，吃饭了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一天过真快，五点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奋斗蓉姐啊。尝尝你那个锅包肉。这一天我就洗个澡，绞绞头。嗯，我说，最好吃。那头儿嫩。不行，头还疼吗？我看你那挤红了。嗯，头还有疼，今天有点不舒服。咋整？太累了。你这又感冒了。没有，别老说没感冒。那你那刚才不量体温30度吗？累一点。哎，这炒银耳这样。银耳挂片、胡萝卜、小尖椒、青花。哎，真带劲。这小头这脚挺好。嗯。就是脚个头、洗个澡，就这个工程完了，一晃五点了。嗯。就在家呀，过得也快。那。这免疫力太低了。太累了。要不就出早睡，要不出夜睡。如果早睡夜睡一起出。嗯，确实太累，太辛苦。嗯，那你不趁着现在卖点？嗯，对，到冬天没法卖了。这冬天二现在买卖，你说现在这情形，谁知道下半年啥样啊？啊，对，你看养老保险攒出来，养、养老保险还有租房子钱，攒完我心就托底了。嗯，这情形你看变化多大，这买卖多次啊。对，不知道下半年啥情况了。嗯，啊，这一辈子53了。这一晃就是过真快，还在为钱忙忙碌碌呢。嗯，柴米油盐酱醋，为了这口吃的就活着，嗯，奔波。都说想歇歇，别干了，别整太累了。嗯，53离60也就7年了，六七年一晃就到了。是呗。60你还能干弄啥了？嗯，60可真不行了。你说咱到开始开，我就开1000来块钱。嗯，也就。够我的了，我也不吃啥，那仅仅是够了而已。嗯、你又还不攒点，老了你就攒点过河钱啊。嗯，有点啥事儿，你说咋整啊？所以有危机感，就想趁着还能动弹，多挣点，然后还有资本溜达溜达。这钱现在还这么难挣，不是想象那样。今天呢，就别想明天事儿了啊。冒虚汗。你还是一会儿吃完饭就多休息。我就想吃点黄瓜啥，清淡点的。嗯，加了点绿豆粥。那是，你说人这辈子是不是都这样忙忙叨叨？嗯，哎，都这么瞎活呀。忙忙叨叨，忙忙叨叨，真是一个忙人。好挣多钱是天天呜呜喳喳的。嗯，就是，你底层老百姓，干挣，你过不上自己想吃在的生活。这玩意儿就这么回事，家家都有难念的经。你这做挺成功啊，嗯，好吃，那锅包肉素的，对，素的，我豆腐做的，嗯，一转眼半辈子了，黄土埋这儿了，嗯，还嫌啥呀？对，我就想溜溜的，看看山儿，看看水，哎呀，那种闲情逸致的日子，我想想都美好。就我妈咱这个年龄的时候，我妈就刚到秦皇岛。啊，也可辛苦了，又没啥干，下岗。嗯，这一辈子的真是啊，每个人时代和每个时代都有各自，嗯，承受的东西。嗯、哪有那么多孩子呢？他都没结婚。对，啥也没有。嗯，你卖小吃去了吧？卖羊腿是卖啥？对，那些年呢，嗯，我妈那也挺不容易，后来开支了，她就不干了。嗯，你妈是真想得开，嗯，惦记你大哥。嗯。当妈的都惦记孩子，对，看谁呢？什么过得不好就惦记谁，他就惦记谁呗。嗯、他过得他弱，过得不好，他就老想着他。对，嗯，像我妈似的，嗯，他也不惦记我，嗯，我惦记我妹妹，是吧？
忙忙叨叨，忙忙叨叨的，一年又一年就老了。嗯。其实人真正快乐的时光没几年，到七十往后，你身体健康行，不好的一年比一年衰老了，老了那几年也不好过。嗯。啊。是吧？咱这哥那大爷，自从疫情再就没出来。嗯，对，身体也不好。他儿子轮班伺候呢，门都不开了，人家门老开。嗯。我大爷可有素质了。是。也八十多岁了吧？八十多，八六。哎呀。这咋这疫情我一次都没看见过他。嗯。哎，这疫情啊，对于老人呢一点也不友好。哎呀妈！咱妈那时候住院的时候，还有多好啊？全全的。在急诊哈。那没的，一会儿退一个。嗯。那真是触目惊心。每天呢，就这么像猫驴子一样。啊。没有啥变化。对。一圈一圈，一圈一圈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嗯。没啥快乐，说不快乐吧，也没啥不快乐，嗯，就这样平平淡淡的。行啊，平平淡淡的就很好了。哎，我又吃点顶子了，吃完了，嗯。